啊，不急嘛，那阅读女仆又不会跑掉。啊，好想等下看到他啊。他们看，哎呦哎呦，啊，不行啊，这个不是啊。干，哎哇，这么呀，挑。哎呀，不行啊，这个人不行啊。哎呀，所以阿扎是 EP。我喜欢有女仆之魂啊。今天大家都选，大家都选 CPT 的颜色。我有去过日本就会知道啊，马猴糯米汁，哦有啊，很多啊，马猴糯麻油奶汁，马猴糯麻油奶汁，啊啊，没多伤，啊没多伤，没多伤，呀，走了，好了，正式开始了。那个小包跟茶米拜布可以先打喽。哇，咋？目前有啊，打这边直接一个跳路，哇，像哇，这太快就晕了吧，两套就晕了，我的天，龙日 SS 掉啊！哦哟，这边应该一个压起身，压对。阿杂的龙的确真的是台湾，我觉得阿杂目前是我觉得台湾最强的。我台湾龙玩家实际是真的没有什么看过，因为北部的话，我就只知道老马。老马，可是老马现在不是也是多栖玩家嘛，他也是很多角色都有打。好像我记得他的植村力跟龙吧。我也是对他没有什么可是太目大前的就是阿长，比住，对，好，这边小罗直接压啊，零比二，我这边凹了一个，会不会？哎呀，这边放枪了，可惜，刚刚怎么会按重拳呢？刚好是不能接重拳的啊，我这边又再凹了一次，好，有没有机会？阿长会不会凹？阿长会不会凹？哦，这个起身星眼，可起惜身啊，星眼，刚阿长，他刚有一个神龙兮兮的雀斑，他放枪了，没有雀好。对，他有雀，但是就是后面的连段接 BT 选错了，他接下重手，然后站重手 BT，但正常这种情况是接不到的。下重手，站重手，对啊，站重手接不到吧？下重手接站重手接不到啊。我记得像石油网金，基本上它都是中拳、中拳再接，对，中拳、对，它是这样子跳的。对。阿杂有钻石吗？我忘记了，好像还没有吧？好像还没有吧？好像还没有，他摇了摇头，说还没有。这不是我的梦中情人卢卡吗？来了吗？你可以去跟他抬杠一下。啊，看错啦，对不起啊。啊，他们长得都一样啊。他们长得都一样。我突然从背后感觉不到女你不会啊，这个哦。来，好，阿扎，我们来阿扎，不要分心，阿扎。我要这边 BS，然后 BS 我过躲去。开了。哎呦，咋？哎呀，这边对空慢啦，这边慢了好几波啊。我刚感觉已经看他已经转了，结果他按键反而按慢了，可惜啊。卢卡吗？啊，又不是啊，可惜啊！我现在也没看到女仆，我心里有点扑通扑通的跳。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。喂，饮料也上来了。我不要饮料，我要女仆吧。漂亮，这个不是有我刚刚在下面点餐的时候，因为后面就是一个女仆照，然后木文说我们要点，我就点那个女仆，我说我要点这个，我说我希望点啊，我说你希望你等下可以上来。哦，这个可以 talk 一下啦哦，店长在那呀。没关系啊，好，你看动作等于没事。哇，这个射出去，好，这边隐关角落，哇，这边一个被跳出来，这样反而有点危机哦。哦，这边三角跳逃出来，漂亮。哦，这边直接躲开 BS，哎呀，挡掉了，有没有打回角落？哇，好，这边应该会想要吧，逃进角落，哦，不错，这个直接打倒，哎，这边压起身失误。刚直接66下重拳可以直接压起身啊，可惜啊，刚一个。大打起这种输给路啊，哎呀，压起这种压对的话就赢了，可惜这是一个失误啊。好了，烟火啊，咱呢？下一场克里斯对阿森来了吗？阿森，等他一下，下一场。阿森还。